所以其实有时候学测考这种图的相关性，其实就是有点送分题啊，你只要不要害怕就好了。啊，看到这个很高兴，就也都不用算。那说他说一开始这个是，对，这个是那个 A 是零点七，这是0.3，好，对，所以0.3当然比较分散，0.7是这个，可是这个呢看起来又更集中，更像一条线了，嗯，所以这应该比0.7还高，对，可是会不会是一呢？不会，对，不会是一，因为如果是一的时候，就真正是一条线，好，真正是一条线。所以这边还是没有，还是有点那个分开，所以选0.8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好。